今日嘅 ET 個股推介係東風集團489，《經濟日報》投資業話組揀選原因係憧憬中字股估值可獲提升，擁有國企背景嘅股份備受追捧，繼基建、建築相關板塊炒作之後，預料資金下一波會追捧機械設備板塊。東風集團符合多個選股條件，可以加以關注。東風集團擁有央企背景嘅大型汽車企業啦，前身就係始於建於1969年嘅第二汽車製造廠，總部設喺湖北省武漢市。2021年集團整車銷量達到277,500架，位列國內汽車生產企業銷量排名第三位，市場佔有率係10.6%。股值方面啦，彭博預期東風2023年預測市盈率只係2.8倍，2023年個預測息率咧就係達到13.9厘，股值吸引嘅。買策略上啦，東風股價尋日收喺4.05元，投資者可以4元吸納啦。短期上望4.45元，突破再睇4.75元，跌穿3.7就減持。